啊，你想害死我们啊？要死一起死啊，没关好，系要啊，死一死。我不在乎啊，啊，大不了就少了一条命而已啊，是不是？互相伤害啊？来啊，互相伤害啊！不要啦，还是乖乖的喝一下我的水好了。天啊，林北帮你放木板呢，我有15个啦，哇、哦，全家啦，好不好？有没有很好？姐，你看到你前面有三个桶子吗？哪里啊？好多好多，顺。交给你。有人说是我转错，最好啊，是我，不是好吗？你在那边讲我，你看这种人，不是我啊，连你观众都讲是你啦。他乱讲的好吗？是啊。有人说把矾收起来，物资自然就会多了，真的假的啊？可是你把矾收起来不会动啊，会吧，随风而飘。但是你就算把矾，你把矾收起来或者是放下来，一样会随风而飘，跟物资多不多有什么关系？不要继续盖这个。对啊，不然你以为你不觉得这很好用吗？问题是，你到底在资源少啊？好了，我把我物资全部用完了，就花那个璞玉往上面。我们可以直接关台了。啊，我有10个木板，但没有绳子了。绳子你不会自己做？全部做完了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有9条绳子，好爽哦、喔！又可以再做一个了。我刚要放进去的啊。我看一下这怎么放啊？来，这个地方的话呢，我们来放一个在这里，随便放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你要放这个在这里？你不觉得这样子双通道不错吗？插死他，快点！我的捕鱼网，快点！我没有毛啊，快插他！我的捕鱼网要爆了！我才刚盖的捕鱼网，我干！妈，烂游戏！你知道我心在淌血，我心在淌血，你知道吗？他剩5%的生命值啊！他剩五趴，我的心在流血啊！你知道那种无助感吗？你的宝宝在前面，但是却被隔着一个牢笼，却无法去救你的宝贝，那种心情。我突然觉得好害怕啊，我怕我哪一天我就要失去了他。Ice 迟早 gay 的，迟早的，so 快的，scary。快的，快的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我没有毛了。好哦。等下，为什么 so，上不去啊？我怎么知道？so scary，so scary，我很害怕。你到底害怕什么鬼？我觉得我还是做一个毛自慰一下好了，好不好？错啊！你怎样都还是要错啊！好了，我没有绳子啊，刚刚全部用完了，就木板游戏，呵呵，喝剩。你这样我刚喝剩，之后我突然想到那个以前那个 DNF，你知道 DNF 吗？娜娜哪个？？DNF 一款线上游戏。黄立成大哥之前有代言过，好像他听曾经过，怎说么听过，人生要挑战才算好玩。啊，我们这边游戏就是人生要没有木板才算好玩。我把你围起来了啦，吵死了！哦，真好真好，快说谢谢。不要。哎，这个游戏的英文名叫什么？Rough。Rough，Rafter。是吗为什么要讲 rough 就 rough 就可以了，不是吗？Rat 就叫 rat。哦，发挥它的功用了，碎哦！哎、欸，果然把矾收下来，物资多好多、哦。我感觉我被那然后位就在观收被啦。那个观众救济了。那时候是狂靠腰说没有木板，我们已经整整播了快1个小时，才发现原来要这样。干笑你不死！要跳下去吗？没有，我不小心掉下去了。你不要开心要掉
掉下去好不好？不小心的好不好？就自己咬我。不让你上来，可恶！你看我不要让我上来。啊靠杯，为什么掉下去了？啊我要死了！奥利！我看这谁弄了一个洞呢、啊？你是不是想害我啊？没有啊，打算那边放一个捕鱼网啊，问题是不够绳子啊，这就变成一个洞啦。好哦，我现在立马就把它弄成捕鱼网。好，加油，交给你了。给我一片叶子，叶子，个人实在是有够阴险的哎、欸。又关我什么事了？有个洞也不说一下。我们现在缺什么，你知道吗？绳子。绳子啊，就绳子就掉就好啦，对不对？不要只会出一张嘴，好不好？就做就对了。哇，我像是把我熊叶子给你，然后你在那边，你在讲多一次试试看，我跟你说。我们做人啊，不要少抱怨，多做事。好哦，那你不要抱怨这个食物这种东西，好不好？我没有抱怨过啊。你说的哦。对啊，我哪时候抱怨过食物不够了？好哦。对不对？好哦。嗯。干，没有叶子，好讨厌哦！怎么没有叶子啊？你要抱怨干什么啊？不是说好不抱怨吗？我就是想抱怨，怎样？有人一直在狂刷，你们是什么关系？就算我们有什么关系，也跟你没有关系。没有，我不知道啊。他说你们是什么关系？父女关系看不出来吗？长不像。对啊，我们长得很像，你不知道吗？我们长超像的，常常在路上被误会说啊，你是娜娜喵吗？然后我都会说，你是有看过娜娜喵声音这么粗的，是不是？你眼睛脱窗吗？我马上回他，回他说你是在靠北啊。那请问你是娜娜喵吗？你再掉下去哦。哦，好，我看到了。你是娜娜喵吗？你是在靠北啊？有没有？就很凶那样回他，这太靠北了，你这太靠北了。长太像也是一个错，好不想理你。老吴呢？有人说老吴呢？哎，前面有倒，前面有倒。交给你了。可是我们不是啊，啊干你老是我掉下去，你老妈，等一下救我哦哦！我怎么救你？还好还好，你为什么要盖这样害人呢？我说。我都跟你说那边需要放东西了，我有说了啊。倒嘞，等一下，我为什么没看到倒了？在后面，在后面，他飘到那边去了。我去，然后要盖楼梯上去，然后我看一下，把它丢这里好了。哦，这边。哦，我放这里。好，我再把你丢下去。哇，你已经盖了、喔！哇，你也太猴急了吧！差一点哎、欸，但是你盖不了哎、欸，你盖不上来，不知道为什么。这交给你了。我觉得你应该要再先往上延，然后再盖楼梯吧。这个高度，我不知道啊。你试试看，我把这丢下去了。还是往别的地方。等一下，先别丢，先别丢。另外一边更高的说，你上不去，绝对上不去。我的，我丢了，丢，丢了。等一下，它飘了，太远啦！为什么我们还在飞？哎呀，为什么这样？这不太行啊！我做出来、欸，那。真的很雷、欸，你是不是雷啊？好啦好啦，我雷啦，太棒了！好，这件事情就交给你了，我就默默的做我的贤妻良母，好好的钓鱼、啊，好好的吃东西就好。贤妻良母钓鱼这样子吗？没有，我觉得你还是要来帮我，你还是要来帮我，不然的话我会很惨。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求你了，帮忙一下，帮忙一下。我觉得我们应该。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先盖个二楼，再盖这种楼梯啊，就是一个二楼的房子，才有办法跳到这个上面啊。啊，跳不上去。OK。不行啊，
我们直接盖个楼梯是不可能的事情，我就觉得我们之后先盖个阁楼，再盖个楼梯，好不好？好、哦，我交给你吧，这种事情。哎、啊，我快笑死了！我快气死啊！啊！突然间来一个 BGM 给你，有没有？什么 BGM？ 你刚刚说完我快气死了，然后我的游戏就开始有一个 BGM 出来了。真假的？这么会搭这个时间点就对了啦，原来是特效型实况组啊！哇，会做特效了，会做特效了，你长大了。我们今天是不是超又超过一个小时啊？那我们等一下就塑料钩，我们等一下就关台啦，不管啦。我们真的是不怕死的一个团队呢。死是什么能吃吗？死是。史特可以吃吗？死袋。死人。史特二。我们今天去看了死人，不是啊，是史特啊。哦，是史特二。死人。你今天要看死人吗？好啦，我们今天开到这里好不好？我累了。好。我的脑容量已经快不足了。你知道我每掉到这个洞里面，我脑容量就下降50%，我已经是负了。你掉了几次啊？我不知道啊，我就觉得很烦啊。好，好啦，反正下一集。我跟你说啦。反正下一集不管啦，下一集我们一定要赶快盖个阁楼啊！捕鱼网能捕就捕啊，捕越多越好啊。慢慢来，慢慢来，希望会越来越好。我今天先到此啦，耶！感谢大家收看。我们下次再见了，再见，拜拜，拜拜，拜。